初一和十五，或者是清明节什么，如果我们给亡人生小房子，你说我们是当天生啊，还是说前一天生好，就让他们不拿民间的东西？啊，那是你如果给了他之后，他清明他也会拿的。就是人家也有人给他烧纸的话，他也会拿的。台长。当然了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从某意义上，因为这鬼也是很贪的，你听得懂吗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你当然早点给好了。啊，早一点好。嗯。那你说，台长，我们生的那些小房子，他们马上就能拿到，还能等一些日子才能拿到？马上，基本上马上能拿到的。嗯。啊。嗯。